我为什么觉得他不追是对的呢？因为他这就是正事儿，这就是正事儿。他太狠了，而且他这个心里啊，这个深似海，你知道吗？那不是说一般男的能驾驭得住的。你比方说最近写的小说，说正事儿，马格，这个是作成。你跟我有共同的体验，你知道他为了找这都拍成李少红拍成电影了吗？他为了找这个体验呢，他真的到这个澳门试了两手，对吧？试了好几手，输了40000多块钱。上了瘾吗？没有。但是咱们严老师体验一圈之后得出的结论特正，就是说凡是沉迷赌博的绝对没一个好下场。是。这是你的认知。没错，任何一种你沉迷的，比如说你吸毒也好，只要上瘾的东西都是没什么好下场。他在书里边就说呀，他说他最先是听见好多男的们老板们就聊天，我跟你有共同的这个见闻，就是哎马爷，你说为什么都说赢的，这我一直就不太理解。你比如说我要跟朋友们在一起啊，我会说我比较惨的事儿，博大家一乐嘛，就是失败。但是真的就是我的太多的，就是说平常饭局上听他们聊的，有的时候会，有的时候是动摇我这个认识，就说是不是真有老赢的。因为我听见的竟是说这赢30万，赢几十，是所有的赌博的人都说赢的不说输的。如果他有一次赢的经历，他一定还陪着有两次输的经历，他不会去说。而且赢的时候会兴奋嘛。我也碰到过很多赌徒，就是有人一辈子，就我跟儿子就说过这话，我说两个事儿不能沾，因为当年他自个儿出去嘛，一个赌一个赌，这俩事儿是我让你染上就终身不幸福啊，这个是不能试的。玩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就是说你剖析这个心理哈，他为什么男的这个赌徒他爱吹这个赢的呢？就男的爱吹，他那个失恋他也谈得少嘛，他老谈他怎么追上的嘛，对不对？是不是？对，那男人都挺虚荣，而且赢的那种快感肯定是让他一直记忆犹深。对，他在里边有句话，我记得他说，赢的那种满足感和那种自豪感，怎么都输不去。对。我原来看过一个书，然后它是叫，后来被拍成电影叫 Molly's Game， 然后这个 Molly 他当时是美国最有名的一个组织，地下牌局的一个组织者，她是一个女的，然后她就组织所有的这个上流社会电影明星大老板俄罗斯黑帮赌局都是她组的。然后那书里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她形容有一个男明星特别爱赌，她就说你为什么这么爱赌，她说我不是爱赌，我是喜欢摧毁别人。所以我觉得本身愿意上牌桌的人他就有一定的这个侵略性或者是攻击性，他有的时候可能不是爱那种赢的感觉，是那种我摧毁了别人的感觉啊。我觉得愿意上赌桌的人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人吧，或者沉迷那个赌桌的人，那么性格里有特殊之处吗？你觉得？我觉得一个是性，我的推测是非常大胆的，可能也挺得罪人的。我觉得西方的那个赌徒里边哈，我去拉斯维加斯的时候一看见，我觉得这赌徒吧，你看上去就挺像魑魅魍魉的，就感觉就是那样，就扫下来的社会上扫下来的社会渣子。对，然后那个我在这边看吧，就我讲的。妈哥就是那个澳门吧，你看那一个一个都是挺，你一看上去他就是一个成功的人，他来这儿，然后我就觉得你都成功了，你还来这儿干什么？你不在那边对吧？你那张大舞台多好啊，你都成功了，那这些人都是几亿的。那时候当时我听见几亿，我是2013年2014年开始调查这件事儿。哎，我心想他都几个亿了，他还来这儿干嘛？后来我一想，也对，他这个他要输掉不也没什么吧？不，但是真有输掉2-3个亿的，一晚上，就有输到这一生的事业就付之东流了，对，甚至这个人就走路了嘛，对啊，就消失了，这个人就没了，就说这谁谁谁，他那个有一个那个朋友，他帮我，他是个爹妈仔，他说这个我。要跑路之前他有一些特征啊、哦、什么特征啊、一些特征就是啊我这个楼盘怎么怎么着就挺特别忙特别火，然后过一阵子常常就掐电话就要么就是不接，要么就接一半就赶快就说有事儿了什么的。当然了还有一些就特别明显的就是不开机，就找不着人了、哦、对。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因为并不是中国人赌性特别
墙哈，其实你看那个韩国人的那个他们设计的这种 pachinko machine、嗯、那种 game 对吧，这他也是像日本人还有印度尼西亚对吧，还有马来西亚对吧，就是我们这个我在想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资源特别的紧缺，就是在一个人挤人的地方，他有一种危机感和焦灼感，就对于怎么样就是说什么时候饥荒会发生，因为我们过去的饥荒发生的频率特别高，这其实都沉淀在我们的集体潜意识里，就是亚洲男人的那种焦灼感，就是说我一旦不是这种一笔横财来我就没机会了，所以他对这个刹那间就发财的快钱这种梦想，这个梦想是已经是我觉得是从很多年很多代延续到我们现在，虽然这些人都已经发财了，实际上在中国的发财经历很多人都是暴富的、哎、对吧，是就是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如果你说一个像很多人他是一辈子他可以发财，有像中国人这几十年或十年当中他刹那之间玩金融的就是上市一下子对吧，就很多时候他给人甚至就是说他在赌桌上这样一个就是最符号化的他们本身的这种梦想，所以我就能理解，我就不理解，你知道吗？我亲眼见过，就是你很难理解一个人辛辛苦苦创业一辈子啊挣了20亿，比方说，就是扔给澳门了。嗯，那么我真的觉得，就是说他是傻子。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就是前些年判了一个贪官，好像是一湖南的。嗯，你说这个哥们打什么主意啊？拿着公家的钱。1亿，他想着我去了那儿，一把1亿回来，照样还到公家账上。嗯、我就一，哎，人怎么会这样想问题呢？这个就是愚蠢，这个很简单哈。你刚才说这个格林说这个欧洲人、美国人赌性都一样，其实不一样。我跟你讲啊，很简单，中国历朝历代政府都禁赌。如果中国开放赌场，它绝对不是日本，绝对不是韩国。啊，他倾家荡产的人有的是，越货杀人的有的是，啊，所以为什么国家禁赌这么大力量，一定是有道理的。所以你再看啊，我们除赌博以外，你去看期货，中国市场有很多人为此自杀。就前些日子有好多人什么弄那个比特币，杠杆放大100倍去弄，那就是赌博，那有什么？那就是赌博。赌博完了以后，他拿命抵这事儿。过去赌博把老婆点上去的事儿有的是。孩子都卖了去赌博，所以你知道乾隆当年赌博就是下那双陆棋，那么乾隆时期下那双陆棋全国赌，那皇上就说最后皇上没法去辨识这个事儿啊，就是说谁赌谁不赌，就是谁下这棋我就杀谁，你就甭跟我赌，因为一赌社会就非常的混乱。这个格林老师你有个分析可以讲讲，就是他觉得是不是东方人啊有点偏感性，这个感性跟赌性是不是有点关系？对，我觉得是我们这长处是悟性哈，悟性灵感，对，啪一下子悟到一个东西，在长期的一个好像是没有沉思这件事的，啪悟到一个事儿，对吧？他特别赞赏这样的一种灵机一动，他不是靠每一步非常坚实的推理出来的一个，对吧？一种结果，一种判断。他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就跟他们的那个最开始的那种就是信仰可能是不同的。所以还有呢，我觉得我刚才没说完啊，我说我觉得这个就是哪个国家，他的贫穷的人越多，而且这个聚财敛富的机会越少，他越会去赌。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实际上是人特别多，然后呢，饥荒在历朝历代发生的特别频繁。然后一个男人他这个作为一个 provider， 他就做一个赚面包的人，对吧？他就是一个。非得就是在你看两场战争之间只有这么点份儿啊，就他因为他的潜意识里知道下一场灾难会来得非常快，他要在这个非常短暂的时间里发财，这就是我觉得我们的民族潜意识里，我这样合理化他们，就是说这不是我们比人家就理性发展的更不健全一些，应该说就是说为什么形成这种文化，一定是有民族的这个心理的这种基础，对吧？我就觉得最惊心动魄的就是那个
我在这个读这个扶桑的史料的时候，就是华人当年华工卖到那边去，他们做十年才能够有一次挣够的钱，付得起这个船票回家去生一次孩子，或者去结一个婚，然后去盖一个碉楼，对吧？就是他们就存十年的钱才够干这么一回家一趟的。那就在他那个大船下面全部是赌场，就是底舱全是赌场，他们就把钱全部输光，然后到了那边连短就剩下一个短裤在身上，衣服裤子统统输光。回家干嘛来了？那么他就没法上岸，没脸上岸，对吧？然后岸上都是他们的家人啊、母亲啊、妻子啊，他们就掉头就跟着船就回去了。所以这个让我觉得，哎呦，怎么这么傻？但是你知道，你跟这些赌徒去谈话的时候，他告诉你，他说，我那一手我都有感觉，我那一手我就是我这就没跟着我这感觉走，我就怎么着了。他老觉得他是一种必然被他这个偶然给打败了，他应该必然他是会赢的。就很多人买股票卖股票也是这样说，我这个我觉得这个股票就怎么着，他讲的很有道理。实际上我觉得我们所有买股票的人，他不像就是这种股票市场非常成熟的吧，股民心理非常健康成熟的吧，他是知道蓝筹应该有多少，对吧？这个高级科技应该有多少，还有你多大岁数，对吧？你可以多少是放在这个股票里，多少放在存款里，多少放在房产里，多少放在什么退休账户里，就是它这个盘子要根据你自己的岁数，赌的成分要越来越少，就是高风险高回报的那种，你要越来越少，对吧？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这种教育，你知道吧？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的公公哈，就是他是个美国人，他是个教授，他那时候是70岁，他说他问他那股票怎么样的日子，我还买什么股票？我现在连根青香蕉都不买了，我等不及它黄了。他说，对，就是说这个就是越到岁数大，你看现在我们很多大妈大爷，他们还在玩那个风险特别高的股，那个所以什么暴雷啊，什么 P2P 都会，那就是赌博呀，对吧？对，所以说咱们就没有这种瘾呐。在这个瘾呐，它肯定是不是跟心理有关？你进去过，你见过那些人啊，就是说你写的眼睛是绿的嘛，是吧？哎，我会觉得就是输赢之际啊，那可真是玩的就是心跳啊，他是不是这种东西忽悠一下子你能体会到高血压了，那家伙那就尤其是那些贵宾厅这些大赌的，你想想，你说到最后他是像毒瘾一样吗？他是一种，他在精神上你觉得他感受到的是什么呢？嗨呀、是肯定是他在赢的那种，他在进入那种全部的那种肾上腺素都被调动起来那种嗨点。那输不是沉入深渊了吗？但是他在那输里肯定包，他认为的那理论上也包含着赢，对吧？他就是他这个任何一步都包含着赢，这赢是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被他们放大了很大很多的，然后这个可能性就让他嗨。对吧？所以很多人，你说这抽烟也好，什么吸毒也好，它本身有实际作用吗？没有啊，它就是让你这个人一种凝聚力，这种凝聚点高得不得了，这种人忽然出现了一种另外一种生命状态。还有呢，就是说，如果一旦赢了，就赢了很多钱的时候，他感觉到这比一点一点爬鸽子什么，你天天去演戏那样，因为这是一种主宰的眷顾，这是一种高于你的一种主宰的眷顾。觉得你是特殊的被选中的人，对，是在跟命运打牌。对，这一种命定，他看到了一种命定的东西，所以这就更让他觉得不能自己更嗨。而且你像他这个，就女性作家啊，她有一个特别敏感的，我觉得也挺难受的。她这体验生活，我发现你嗅觉很灵敏啊，对，你她老觉得周围人的味儿不好闻。就赌徒身上的味儿不好，为什么不好闻？因为很多人他在那儿吧，我觉得他在一个人很贪婪的时候，那种荷尔蒙是有种贪婪的荷尔蒙，我去，很臭，你知道吗？我以后得离你远点。那个，而且他们都不去也没澡、也不洗澡，也在那过了一夜了，然后胃里也没有东西，而且你吃进去的东西没有好好消化，又再反出来。然后汗的味道，然后加上那个各种味道，哎呦，
我的话原话，哟，你们都快招苍蝇了，你看。我天。所以呢，很多赌徒都是男的，但是我觉得你写的角色啊，你写的系列小说，这个塑造的女性角色，我觉得都挺有意思。爱情的赌徒是吗？不是，那你说这个，你看啊，其实我觉得他写的很多女性啊，都是那种怎么说呢，比男人强，你明白吗？但是呢，还得包容着男人，但是呢，这个还得控制着男人，而且就是似乎比男人自己还更了解男人，好像就是这种，有种特别狠呐、啊，特别韧呐、啊。百折不挠的有那么一个劲儿，我对自己就挺恨的。他，你想他那个能够留学，上学修五门课，然后还要自己打工，养活自己。好家伙，失眠30年，是吧？哎，最后成这么一个作家，这么多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甚至还会有人说是这个你描写的这个女性啊。到底该怎么看呢？是说这个女性应该这个包容着男性，照顾着男性，甚至纵容着男性呢？还是就是有些人还甚至会觉得你写的女性让他们觉得新时代的女性不应该这样，对男的太好了，是吧？对，你有这感觉吗？有吗？我不知道呀。我觉得我的这些是的，我的女性都不跟男的一般见识。哎，为什么呢？因为她就不跟男的一般见识。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呢是改变不了的，很多的只能让你自己显得很讨厌，看上去很讨厌，不是看上去很美丽哈、看上去很讨厌的人我是不做的，对吧？我老跟我的朋友说，你看你这股票你就别这么弄了，对吧？然后讲不听，我觉得我都是多讲调的，上海人叫都讲特，那就不能讲的不，所以男女之间和女之间，成人和孩子之间，很多话你都是多讲调的，不用讲的，因为很多事你讲了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我对我的孩子现在也就这个态度，关键的几件事讲一讲，是吧？其他事不讲，跟我的先生也是不讲，就是很多时候你就明白。他要是能意识到，他就意识到了。如果意识不到呢，讲了你就会显得自己很讨厌。我不愿意做一个讨厌的人嘛，那叫英文叫 nagging， 一个 nagging 的一个女人，一个就是一个唠唠叨叨的，对，很讨厌，对吧？所以就我大概10年前采访过严歌苓老师，也算是对话吧。然后我。当然我当时问您，我不知道这个答案有没有发生变化，我当时问严歌苓老师说最喜欢的或者说最崇拜的或者最推崇的女性是谁，然后他给我一个特别诧异的答案，他说是希拉里，就您当时说是希拉里，然后我就特别诧异，我本来以为会是一个很什么奥黛丽赫本的什么之类的这种很女的，就是很女性化的这种，但是他当时就是很欣赏希拉里的这种雌雄同体也好，或者他身上有很 tough 的一面。对，我现在肯定变了。那个时候正好希拉里到那个到我见了他一次，但是他虽然是一个就是女性非常非常有谋略的，非常有这个比。就是大面上对她的丈夫的那种出轨也是做得非常大样的哈，就是一种大女人吧。但是我看到她的那种疲惫和柔弱的东西，就因为很近距离的吧，那我就产生了一种，就是说她得就是使着多大的劲，就内伤多少，她才能够达到她今天这样的一个大格局，是吧？所以我就觉得真不容易。但现在不会了，是吧？现在不会了。我对严老师的理解啊，我觉得她是那种啊，是不是也是从小太漂亮了？我发现有的时候从小很美啊，各方面条件很好的女孩啊，她也自然的会产生一种啊，要好啊，就说我什么都要做到最好、最优秀。你把我就是要好要强，哎，有些人相反，你就会发现有一种是不给好那人，就是你不管把什么环境条件给他，他做出的都是最恶劣的一种、最烂的一种反应。你像他，我就是觉得，他就属于，这个就是勤奋，对吧？什么事儿就是靠着自己这个苦啊，吃苦啊，也觉得我一定要把他拿下。啊，写小说啊，写小说的同时呢，我还要给这个老公、给女儿
做每一顿晚饭，对吧？我要做什么都要做到好，哎，我要凭小写小说能够养家活口，就对自己，哎，你是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女人。那我可恶的时候也有的啊，说一说这种可恶的时候我希望越来越少吧，那也就是唠叨，这就是女人要学会不断的成长嘛，虽然是我这个岁数了，但是你还得成长啊，要不然的话，就其实呢我觉得我呢是从小当兵，就是当兵我们是吃了很多苦的啊，从早上6点钟起床跑操，我是4点半起来就练私工，所以就这种时候就这么一段生活已经成了就是穿过红舞鞋的人就穿上去就脱不下来的，是吧？所以但是我觉得创作跟我过去跳舞比起来那就省事儿太多了，这种苦是一种你能不能寂寞啊，能不能这个，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因为我是一个应该说是富有创造力的人，我很喜欢写作这件事儿。哎，但是你知道你这样的就是就算女强人嘛，真够强的啊！她实际上是强人吧？我是要强，但是要强是要强。你意味着一种什么？我呀，做妻子也要做得响当当，做母亲也要做得到位，做作家我要写出最好的、最能表现我自己的小说，就是我门门都要全能。但是呢，可能现在有些女人来说，你是不是把太多的负担加在了女性身上？哎。比方说老公为什么不能帮我做家庭妇男、对吧？比方说为什么一个我作为一个女人我要把自己要求全方位都做到这么好呢？为什么男人不承担更多的呢？这我觉得男人其实在帮你的很多的东西啊，比如说我老公他是我要出门他先把这个地址什么什么什么弄好然后搁在那儿，但是他就搁在我的包上，他也说啊，那个地址就在那儿，但是我包一拿那个地址就给我扔了，对吧？然后到马路上就打电话着急说，你说你在哪儿？就是这种说不去了，我不去了，就发使性子都会发生的。有多大的强，就有多大的弱，一定是配好的。就是我有一句话叫喜欢自己还不喜欢自己。我今天做的这个人，这个严歌苓这个人，做人做的招我自己喜欢吗？不找我自己喜欢，这一天晚上我说很不讨，我就很不高兴。你知道这一代人呢，我们这代人跟下面这代人完全的不同。我们所有的人的潜意识或者意识中呢，都很清晰，就是你所有的事情的成功一定是你的努力，对不对？不可以白来。今天有很多人是白来，比如，我们不是说富二代这个群体，他富二代本身是白来的，他爹给他，我们这代人没有一个人是爹给的啊。你爹是作家也没给你什么，对吧？他不可以给你任何关系。然后你的努力的，你的所有的努力的成功呢，在当时的社会的那么狭窄的竞争渠道中呢，每个人都是非凡的努力。他不像今天他会偶然的成功，比如一些网红突然弄个什么事儿一下就红了或什么，这个都没有的。我们那代人里没这个事儿。所以呢，她其实你老说她一个女性的这个身份啊，她女性只是个身份，但她不是一个固有的身份，男性也是这样。所以她想获得这个社会成功呢，她只有一个办法，就叫付出。只不过女性比男人更困难一点呢，就照顾得多。你比如你刚才一说就是母亲、女人什么，男人就是男人，他就没有说你说一个男人你在说他父亲吗？他就没这个角色，他尽管是个父亲，也没人要求他这个角色。但女人就要要求这个角色，所以在中国社会中，女人成功就相对我们那一代人里比男人要少很多，也是这个原因。受教育程度是普遍的，我们这代人已经开始普遍受教育，就是说有10000个男人受教育，就有10000个女人受教育。但是10000个男人他出来能成功，相对世俗意义的成功，和10000个女人中比较起来，还是女人少嘛？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严歌苓老师挺可贵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你也不排斥其他的这种作为母亲、妻子的社会角色，也不排斥谈到这种社会角色。但是我是觉得现在我不太喜欢的有一类，就是说的女强人也好，或者女要强人也好，就是他们树立自己的强是通过贬损另外一半树立起来的，就是觉得我就是他们的强是把这个对象。就变为一种没有用的人，或者是小奶狗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就把它作为一种伴侣动物，或者是一种宠物动物。它通过贬损另外一半的能力和社会属性来建立说，你看我是多么强，多么能干，多么的全能。就我觉得这种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也没有必要去塑造这种对立。你看哈，就是严老师呢，我觉得啊，
他是自己要求对自己要做到自己满意，他是一个自为标准的一个要求。但是我觉得，哎，你又说你说跳舞的，其实我觉得很多跳舞的女孩啊，她很难避免被别人评判，就这个我觉得影响一辈子的。就是我在想跟他们的生活有没有关系。就比如说从小那谁跳这个什么中间的位置，谁跳前排，说完全是老师就说了算。就是你从小是一个被挑选的，不管你多努力，最终是他说他跳到这儿就在这儿啊。那么你现在你推而广之啊，很多这个女性啊，她所谓的这个要好，你比如说你知道，就是有一个13岁的一个外国女孩在 YouTube 上，她因为她的父母就是可能经常说你长得不好看，她不知道自己长得好看不好看，然后呢她就把自己弄在 YouTube 上，她让全球的这个人就说你们说我长得好看不好看，结果好像有10000多个说的特难听的这个话，他就备受打击。哎，你觉得这个女人是不是特别受这个周围的评判的这种影响？对，我很早就发现这一点。你要做这个审美的客体还是做审美的主体，对吧？就是你这个很多的漂亮女孩子或者就是跳舞的小姑娘哈，她都是在审美的客体的这个位置上，就非常被动，你知道吗？后来呢，我就觉得，我自己，要有自己的一个，就是对自己的一种行为啊，什么要有一个，就是比如说老公有这么喜欢别人的事儿，就我不能表现出嫉妒，对吧？就是我觉得嫉妒这件事儿很丑恶。很俗气我看见我妈妈表现嫉妒的时候她就不可爱了，是吧？然后我就觉得我这辈子就得干这么一件事儿，就不能表现嫉妒，结果也是很害我自己的。对呀，因为那个老公就我前老公就认为你看你不没事吗？怎么就突然又有事儿了呢？对吧？所以就是这种有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前辈人，对吧？他们的伤害或者他们的这种不足吧，使我矫枉过正，实际上是这样的。然后呢？那你现在会表现出你觉得这个原来觉得排斥的一面吗？就是说应该真实，对吧？就是自己的这种你的这个水平在哪里？你这做人总是有个水平嘛，对吧？你做人做得很烂，水平很低，对吧？做女人做得很烂，你也就是水平很低的一个人。那就是说老想把自己拔高到那个水平，你根本达不到，对吧？你能做到就是你的老公有喜欢别的女人，你完全就是一个淡然的那种态度，做不到就别装，是吧？就是我装多了呢，就不行了，对吧？那就最后的伤害就是这种不真实的，对吧？就是这种不诚实，实际上是还是不够诚实嘛。对自己的这个，你不能克制，为什么不一定克制就是好呢？对吧？所以这那不诚实也是因为把自己看作一个审美的客体嘛，就是你觉得是有一个无形的眼睛在看着自己的行为数据。哎，我都说这个男女现在都平等嘛，但说实在的，我觉得还真不太一样。或者说我们都是受过去的影响走到今天的人，就是这个打分机制，有的女孩子就说我们好像。这个从小到大一直在接受别人的打分，在不同的圈子不同的单位，好像就是这件事儿对于女孩子来讲似乎变得特别大的重要，甚至有人都统计出来说我一辈子要被打60万次分，就是你比如说你体自恋了，你体面你体面不体面，或者说你做的这个合不合仪态，对吧？包括你的这个工作能力，包括你的模样。